据称是大陆知名演员孙海英在美国捡垃圾的图文日前传出后，无法翻墙的大陆网民以为这位资深演员移民美国后落魄潦倒。不过事情很快反转，孙海英捡垃圾不是因为穷，而是为了帮助从中国到美国的新移民。人在美国的一网民三月一日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照片，并在配文中表示，他接受了资深演员孙海英的指导，透露。 当时孙海英带着他去卖空瓶子，卖了二十一美金，还告知他垃圾桶不能填满。于是两人一起动手捡出来。照片中，孙海英打扮休闲，还戴着深色手套，脸部有些消瘦，皱纹比较明显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该网民在推特发推时就有推友示警：这图若被传回国内，会不会被编造成孙老师在美国靠捡垃圾为生？那简直是一定的。 果不其然，图文很快被中共五毛借题发挥，陆梅迅速发表六十六岁演员孙海英在美国街头捡破烂，孙海英收瓶子卖二十一美元，网友落魄等吸引眼球的新闻。就连网友贴出的合照，孙海英也被陆梅描述为胡子花白，脸型瘦小，有沧桑感，形容他到美国后生活落魄潦倒，以捡垃圾为生。话题迅速冲上热搜。 网友预测的很快成真，不少推友调侃：“好好的一个正面能量，被这些下三滥传播谣言的三流媒体传播的歪七扭八。”对于被大陆五毛热议落魄潦倒，孙海英本人在社交媒体上正面回应：“只是义务帮忙回收社区垃圾，根本没有以捡瓶子为生一事。”也表示要你们管，过得很好，不后悔。而随着话题发酵，背后的真相也迅速反转。 事实上，发出照片的网民仅仅是为了表示自己初来乍到美国，受到了孙海英的热心帮助。不仅连夜送来食物和生活用品，还完全没有架子，帮他们打扫院子，教他们如何回收堆满的废弃物品。孙海英被中共五毛针对，与近年来他多次发表敏感言论有关。譬如，二零一五年八月，他在微博发文：“文革是反人类罪，绝不原谅文革。” 帖文发出当日即登上热搜，他还质疑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”，公开表明“没有谁个都有中国”。此次他与演员妻子吕丽萍定居美国后，表示这里言论自由的多，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回国等。有得知真相网民表示，孙海英只是帮助新移民整理垃圾，到墙内就变水深火热的现象司空见惯，只早就习惯中共这一套非对称信息战。 作战对象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百姓，还有网民将计就计的反问五毛孙海英宁愿在美国捡垃圾也不回中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正当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订报专线零八零零五六六六八八。